个以上的时间。所以以前在吃香菇的时候是一菇难求，不像现在随手可得、唾手可得的哈。那现在还有没有盗墓栽培法这种技术呢？有，在深山，因为其实现在树木取得不易，所以大部分都是在深山哦。这里你们等一下可以看着那个文字说明找解答。这里有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每一个木头后面都有绳子，请问绳子在干嘛的？